那个咱这地方叫啥？叫什么地方？这叫墨屯。墨屯。严涛说你用这个大理丸用三四年了，用这大理丸用三四年，就是你感觉哪块不一样啊？别的肥肉？我就是省劲，省劲，省劲，省劲。这里用完就是你那大理丸，就是几乎每串都一样了。看看那个串怎么正确。地是什么时候喂的？我这喂有点晚。在什么时间大概？就什么个生期？就是坐骨的。坐哪骨喂的？哎，对，坐哪骨。喂了几个粒儿的一棵树？一棵喂四个粒儿。就喂这个12、12、10这个配方的这个。对。你喂几遍了？我每年就喂这一遍。就喂这一遍呗。嗯。然后就果都挺不错的。嗯。就这锅，大了，拿瓶盖比一比，就跟瓶盖差不多了呗。啥时期？硬壳？没硬壳。啊，那它那个红体的这个叶片，哎，摸着是很厚，很柔软。这个是。特别就是硬片特别好，因为大理丸里边有这个多种的中药元素在里边，叶片不脆。然后我们看从上到下没有糊叶问题是吧？没啊，往年这种现象毒过就糊叶没有，也没有，从来没有，我也是从来没有。对，你要喂大理丸，是因为中药元素比较多啊，这个就会因为它叶子厚。柔韧性好，就是说它就不会极少数出现这种红叶的问题。那个枝条发育的，这枝条发的好，你看看，要不会没有这大个儿。嗯，跟大拇指这么粗哈，就是因为它这个枝条粗了，然后它这个粒儿才就是大，长得快，它能带下快。就是给你干活的那个干活吸粒工人，吸粒儿，吸这个波粒儿。他就说这个你家这葡萄粒儿特别好。哎。口味来着，这一个呢，对，这不都碎了？碎了，散了，碎散了。你拿出来一个粒儿捏一捏，捏一捏，潮乎啊，潮乎啊，都粉了。对，这个就是废食的一个功能。对呀，你就从头上到尾，这个果粒大小都一样。用这个三四年对大理丸满意不？我是挺满意。